我是歌手叶征。我想说的是，过去我从来都是躲在幕后嘛，然后帮别人伴奏，帮别人编曲。然后今天有这么一个机会，能站在这里，作为一个歌手的身份，来给你们唱好歌。然后我想说的是，我想把一首特别好听的歌，是我也是我的偶像，他的名字叫做邓丽君。他的一首歌可能你们很多人都没有听过，叫做假如我是真的。谢谢。我也不回头。